量最久最省电，来到台北照明展会场，参展厂商不论是用醒目的口号，或是推出最吸睛的 show girl 当活招牌，就是希望吸引人潮聚集，将自家的照明器材销售出去。好，我觉得呢，刚才你们都喊得还不错。为期四天的台北照明展，25号在南港展览馆开幕。各家厂商几乎都主打绿色环保功能的节电产品，甚至还有厂商将家电与数位科技做结合，运用手机或电脑的蓝牙功能，控制家中的照明环境，电源开关随时掌握在自己手里。LED 就不再只是开跟关，是结合现在未来的趋势，尤其是在智慧手机这一块，帮都在里面。智慧型手机将会成为人人手上的最终端的一个控制器，不论是开关都会走向手机的来控制的方向。除了主打无实体开关功能，业者还研发出跟市场规格相同的色温灯泡，但不同的是，只要透过行动载具就能轻易调整出9种颜色光线，营造不同的居家气氛，让想要加入高科技生活的家庭，只要花小钱就能拥有高品质的享受。记者郭泽民采访报道。